嘿，你掌声又怎么杀声 ？Clicky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现在正逢新年期间，耶，有没有跟家人多拿点红包，说声新年快乐啊？我们在玩点 Fly In， 在新年的这一天还是一样陪伴着大家哦。然后今天我们的任务是要去拯救小黑推的世界。我记得上集 episode 我们小蓝推跟小绿推遇到了小黑推，对不对？然后在上集 episode 结束的时候，我有偷偷玩了一下小黑推，然后破了一小关，为了让 Bob 不会看得那么辛苦。好了，不要不多说，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世界吧，去拯救小黑推的世界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小黑推跟小绿不是，是小绿推跟小蓝推会被同就是魔王同一招给骗到哎、欸。我们的小黑推很酷哦，它是个弹力球哎、欸，弹力球好好玩，不过不要在家里玩了，不然打破了花瓶可不好的。弹力球好玩，弹力球好玩归好玩，不过它蛮难控制的，对，就是它有点难控制。但是它有很多特异功能，它的特异功能是无视这些红红的东西。对，它是我们第一个小 Twitter， 就是不怕就是红色的东西。不过它还蛮难控制的，这是我唯一觉得它的缺点。好，我们来吃点这个东西，然后变成弹力球，然后再吃点这个东西，然后再变成弹力球，然后再飞过去 ，boof。然后再吃点东西，它弹力球只要不小心，就是只要不小心遇到多边形的东西，对，这就是它的另外一个功能。它只要不小心遇到多边形的东西，它就会完全失控，而且失控到一个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境界。好，我们把一些石头给敲碎。这个地方，这上节 episode 就是我自己偷玩的时候啊，我发现这个地方就是有隐藏通道，我只插了一个东西没有拿，所以我打算要。看一下这集 episode 到底是什么东西漏掉了。好，把这个东西吃掉。我怎么下不去？吃掉吃掉，然后之后再跑到这个地方来。这个是很像奇怪的东西，他们躲在里面。我们要用小蓝推把他们给叫醒，使用唱歌给他们治愈的能量，就像斑斑一样。治愈，噔噔，他们就很开心，就会像这样摇来摇去，有点像是水黾之类的生物，不过他们是植物类型的水黾。我们往上跳吧，这边有就是需要小蓝推唱歌的地方，我们来唱歌，木木木木木，然后给他能量。接下来就是比较 tricky 的地方，就是在这里，这边真的是超级难跳的，真的不是魔王关卡。而且我好像吃不到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花点时间来吃掉它。我们先从这边飘过去，然后吃掉它，之后我们再回来，然后再试一次，今天再跳过去，嘿嘿，飞过去吧，喂，好，糟了，不行，啊，我在干嘛啦？太冲动了。刚刚那个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就是能量球在那边，只要不小心一个小失误的话就没有办法吃到那个能量球了。看来我这集 episode 又跟那个能量球无缘了，没完，好吧，那我们只好乖乖的这样过去了。很奇怪耶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东西在前面的时候反而都会跳不好，所以那个能量球就这样飞走了。接下来我们只要很安全的到达左边就可以了。不，刚刚小蓝推是不是抖了一下？这边有隐藏道路，应该蛮明显的，因为那边 bling bling 的。然后这边有很多能量，都吃掉。再来这边，一样又是用小蓝推唱歌。我刚开始不知道这边用小蓝推唱歌，我就变成小黑推了，因为左边可以变成小黑推。结果才发现那边可以唱歌，然后就是可以飘起来，所以我又变成小蓝推。又是跑回去变成小蓝推，呜、哦，这是我们 lose 掉的那颗能量球吗？好像不是，对不对？好吧，不管它了，我们往左边走。对，往左边走没错。Boof， 它还可以穿越这个东西哦，超级酷的，简直超级万能。弹哦，实在是有点难控制，把东西吃掉。成功了。话说左边这边有路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
好，那我们就去往前面走。喂，把东西吃掉。呜呜呜！你要飞去哪里？吃掉，吃掉，吃掉！刚刚吃的好好旁边哦。啊，不小心放开了，不要紧。呜、哦，他刚刚是不是？等一下，这样才对。我刚刚有一瞬间丧失了怎么往上跳的功能。再来一次，嘿，然后这边，哦，左边有隐藏道路。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这边一样，我们要变成，我们先把这边的石头破一破，因为这边需要上去，需要借助到小黑推的功能，才有办法上去。哦。这边也稍微弄一下，好，接下来怎么上去才是一个学问。嘿，咦，嘿，还是要从这里。糟了糟了，好像上不去哎。我把石头都破掉了，似乎上不去的样子。哦，可以耶，我上来了。这边就有一次机会，好，那我们就应该是把握到这次机会了吧。因为如果再下去的话，就没有石头可以再让我们跳上来了，所以，嘿，这就是我说的超级难控制的原因，因为它会一直那个，就是它是多边形，没有办法吃到所有的东西。不过我大概已经全部吃到了，所以我们再到左边去。换小绿推大显身手，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三角形？就是到达第一个世界的时候，它的就是变换器是那个，它的变换器是圆形，但是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它的变换器是三角形，这是它蛮酷的地方。我们先变成小蓝推，这边还有个隐藏道路，这边可以唱歌呢。你要唱歌，然后把东西都吃掉。他们发出来的声音好诡异哦。欸，我这次有收集到所有的东西嘞。那我们往上走，这个地方一定要用那个。对，这个地方。话说，我有办法直接变成小黑推，然后把那颗石头给弄碎吗？这样我就不用省这个东西了。嘿，有办法这样做吗？看样子是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一定要花这个能量。不行，它都会往下掉，没有办法左右弹吗？差一点，加油！看样子应该是不行，我们果然还是要花这个能量。噔噔，然后之后再变成小黑推，然后把它那个东西给弄掉。糟了，上不太去。嘿，不，接下来再变成小绿推爬上去就可以了。所以我们这一次只少拿到一个那个蓝色的能量，所以应该就是刚开始的那个东西。Win 结束了，我这次玩的7分钟、8分钟，其实还好。我第一次玩了13分钟，可是第一次我卡关多大？第二关直接就是 BOSS 战了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快。我才刚开始玩小黑推，结果他马上就给我 BOSS 战。我们刚开始玩小蓝推的时候有这样做吗？这未免也欺人太甚了吧。嗯，这个 BOSS 战我就没有玩过了，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。左边是不是有隐藏通道？但是我觉得我没有时间了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跑。呜呜呜呜！为什么？我刚刚也是想这么做啊，但是为什么没有这么做？是往这边走吗？哦，差点掉下去。我不吃了。我们看看可不可以临死。是往上面走。等一下，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嘟，上不去。
上去了，这有点难操控欸。我现在该往哪里走？哦，该往这边走吗？哦，斜边的弹跳方式欸，这对我也太挑战了吧。这边是，哦，这边是要弹上去是不是？然后要干嘛？哦，弹上去，然后再弹上去吗？是往这里走没错吗？哦，没错没错，哦对了，呜呜呜呜呜，呜哇，什么东西？我不甘愿了，刚刚扫一推整个失控了，不敢不敢，刚刚感觉就好像要赢了，哎，懂呢，不行这样不行这样，不行要冷静啊。这时候冷静是你最好的朋友。好，我们要冷静。OK， 感觉蛮顺手的嘛。嘿，弹跳，弹跳。嗯，哦，没错，是往这里。我想说，那是什么门？怎么没有开啊？还不太习惯，就是，嗷嗷嗷。弹跳，弹跳，不行，我们要从存档点，有一种再上不去的感觉，就要挂掉了。我们是不是要弹这边？哦，对，要斜边弹才上得去。弹跳，嘿，哦哦哦，哦，刚刚是怎么回事？哦，我刚刚撞到上面的东西，好，还在掌控中。来这不，感觉蛮顺利的。然后是往这里走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就是这里，不要乱弹。嗯，这边是要变成这个。哦，不行，再出去了。不，往上弹。等一下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控制它往哪里弹呢？你看。它会往下弹是怎么回事？不不，我该怎么让它往上弹啊？啊哦，为什么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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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道理啊，没有道理，它不往上弹啊，是因为角度的关系吗？还是其实它不能往上弹，它只要在那边弹的话，就会往下跳。有这种道理，感觉越来越顺手了。感觉我们花的时间越来越少了，不错。哦，我要去哪里？等一下，这个地方要再重来一次。又被那个骗了，那个东西真的超阴险，一不注意就没有注意到那个细细白白的东西。嘿，嘿，嘿，我已经完全都无视蒲公英了，蒲公英的什么都随便了，我现在只想打败大魔王。OK。咦，为什么这次就这么顺利？这是什么道理？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大魔王就在前面了，对不对？我知道我再不上去的话，我就要挂了。快点！不不不！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为什么？OK， 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就到这。如果喜欢片的话，记得在左下角有个喜欢，在左上角有个订阅，持续订阅我们频道，持续跟踪我们片动态。我们下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Boof， 哦，这是走向 boss fight 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走喽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他在里面，你为什么要笑得如此邪恶？往上爬，所以我们是要干嘛？